大家早上好，咱们起床了。哎呦，好热哟！又是天气爆表的一天，温度爆表的一天。哦，开个窗，开个窗，起床就把空调给开上了，因为天气太热。我这个空调呢，只要开起来呢，在床这边的温度呢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在沙发这个区域就还是很热，我只能保证我睡觉，好吧，能睡得着。给它打开，换气扇也给它打开。饭去吃饭，还吃汉堡，哎呦，好热好热，捏死了，捏死了，好脏呀你，这种狗就是太容易脏了，流浪狗，脏兮兮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流浪狗，500块钱什么都不好卖。不等的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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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走拿走拿走，拿走拿走。哇，今天的天气感觉比昨天还要闷热，在外面是一刻都待不住啊！成都这天气，咱们又到贾哥车里来了。哎呀，他把拓展给打开了。哎呀，拓展打开后，感觉地方好大。哎呦我去！哇，感觉地方好大呀。都可以在这边打地铺了，打地铺睡，打地铺睡地上了。哎呀，舒坦。哎呀，好宽敞呀！到现在，拓展房子还是宽敞。羡慕，同样的价格，凭什么人家买到拓展了？你是不是想在这打地铺啊？这可以打地铺呀，户外椅都可以。天气太热了，天气太热，往地上铺个凉席就打地铺了。你看这一打开，直接可以坐到上面。你们坐那边，我坐这边。我们现在呢，我贾哥、肉哥三个人在半仙房车里面乘凉，现在打开拓展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看电视，等着狗狗的到来。刚才已经我是不是要意思一下撇过干什么干什么，为什么都举起来了？我是意思一下，刚才就意思一下。哎，回去了回去了。哇，幸好我车里面开了空调。哦，凉快凉快，还可以，不是很热。地还有多少？43%。还能开一会儿，电压还行，电压还行，先开着吧。幸好开着，不然车里面有多热。那个是？不是，他是依维柯，我是大通，我是魏航，他那个是京航。他那个京航。全都是江苏的房车厂。那个什么，跟那个。跃龙那个，跃龙哥斯达，啊，浙江的，我们浙江的。半仙的狗过来了，他也买了只狗，哦，怎么都养狗？都养狗。哦，在这边。一样的盒子。箱子是一样的。对，跟奥斯卡过来是一样的。去看一下，确认一下，对吧？怎么感觉浪浪这么像啊？是纯粮食，幸好我没喝，我喝了我估计都炸了我。
我估计得去医院了。ICU 准备。我看这个腿，还头上还扎了个辫儿，为什么？看到毛多了。哎，毛好多啊。毛好多的这个。毛量还可以。先让它适应适应，你让它这样先干干的待几个小时。哇，哎，这老鼠药，上来上去。看这个腿，撕一下腿。对，要洗澡。丑啊！味儿有点大。狗有点丑。味儿有点大。来，过来。确实长得像只大老鼠。过来。哎呦。过来。哎呦。太机灵了。然后那个，天气太炎热了，不行了，哎呀，拉上我的窗帘，又拉窗帘，然后又吹电风扇，不过现在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太热了，呼，还有大家总是说我什么，看镜头的时候那个。头上台，我是为什么会上台呢？还有去采访肉肉跟，半仙他们的时候头也上台，为什么上台呢？是因为阿婷的眼睛比较小，而且我是单眼皮，然后有点那个，你看，有点往下的，我是单眼皮，然后加上死鱼眼，所以呢，我如果平视看的话，我就看不到上面的地方，所以我要头稍微抬起来一点，然后我看的地方才大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，已经形成习惯了，眼睛比较小，除非我去割双眼皮，这样的话我眼睛大一点，能看到的地方多一点，不然的话我这个头就是自然的，就是微微的有点上扬的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并不是我怎么样，这是我的自然习惯。现在躺在房车里面吹空调，哎，吹空调吹电扇，太热了，外面都没人坐着的，以前我们都在外面坐着聊天的，这两天是完全坐不住，大家都待在自己的房车里面，还是这样吧，躺一会儿。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，然后起来把衣服洗一下。阿婷这个洗衣机呢，其实安装的其实也不好，衣服放的稍微多一点，然后就洗起来就震动感特别特别大，整辆车都会抖起来，等等给你们看一下外面车辆的抖动状态。这个洗衣机安装我到时候回厂家也要去重新装一下，这个都是当时细节没有整好。原来你们都在半仙车上乘凉啊，仔细看真的乖，就是跟蛋蛋一样的那种，眼睛圆圆。哎呦，鼻子都吹干了，别吹了。就去那个餐厅吗？对啊，去看看。就把他带着这样上个厕所呢，一天没跑出去上厕所呢。啊，你是没给他洗澡吧？没给他洗澡。走，下。晚上七点。我们呢准备出门去吃饭，因为我这两天吃的真的是不知道点啥外卖了，然后刚好营地里面有一家餐厅，然后准备去营地的餐厅去看看。现在太阳刚刚落山，7:07，这帮哥们是天天踢球啊，都爱踢足球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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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哦呦，那边夕阳西下，好漂亮！太阳，云层遮住了太阳，在这里。但这里写着会员专区。怎么感觉没有那个会员专区？对。去问一下吧，能不能做饭？会员才能吃。哈哈哈。搞个餐厅太奢侈了。哈哈。我们刚才去那个餐厅，发现那个餐厅只有火锅跟烧烤，我们也不想继续吃火锅，也不想吃烧烤，想就想吃点清淡的。然后又回到营地来，要点外卖。刚才过去是7点钟，现在是8点多，等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到了，吃的是。生煎。鸭血粉条，我天，这是很多。